这可能是2020年尔湾和森林湖地区新楼盘性价比最好的户型了。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这个是上周刚刚开盘的森林湖一个紧贴着尔湾的大型社区里面的双拼别墅。这个双拼的项目呢是 81.99 万起，现在是第一期，也是最好的价格。视频里这个呢是临街的一个户型，也就是它的户型二，2010尺，四房三卫，两车位的标准车库，整个房子呢是两层，并且还带有一个小院子。咱们先来看室内的这个户型，是一个很开阔的设计，而且呢它这种室内室外的空间通过一个大的推拉门融为一体，所以呢整个房子显得开阔大气。咱们再来看这个院子，相对于这个价格的户型来说，这个院子是比较大的，容易打理，而且呢还有一定的空间。接下来呢我准备讲这个房子的优点，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个关注，我会把洛杉矶高性价比的好房源不断的分享给大家。下面呢咱们再回到室内，可以看到这个户型非常的通透，而且呢还有很多大窗户。接下来呢咱们聊聊这个房子的优点。第一个呢，这个户型是方方正正的，而且只有两层，它的舒适度很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低，而且是四房的，一楼有卧室，性价比呢非常的高。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的持有成本非常的低，1.1%的地税的税率，这个税率呢在全加州都属于最低的行列。第四个优点呢，就是它带小院子，住起来呢是一种独栋的感觉，这个是它额外的加分项。第五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围呢很多公司和商业区，而且呢紧贴着尔湾，拐弯就是尔湾，所以这个地段呢好出租，自己住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它的持有成本低，所以它的投资回报比尔湾的房子要好。第六个呢，就是社区的配置好，这是一个大型的社区，所以呢它的运动场、泳池、会所一应俱全。第七个优点呢，就是这里的学区也不错，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学区房。第八个优点呢，就是它是刚开盘，现在价格是最好的时候。更多详细资料和预约看房可以单独联系我，非常感谢您的关注。